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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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款游戏叫做什么？三十秒勇者。我觉得好怀念哦。我们对啊，好像你还记得这是娜美的头发吗？许久没碰它了。真的，终于有机会可以玩。你就这样直接开始了。对啊，三十秒英雄，什么峡谷的，对不对？对，我们这样。哦，大眼蛇，有脸的大眼蛇，它还有两根脚，泥土做的。他这网也太随便了吧！这个制作组实在是，他可能有很多网都长这副德行的。好远哦。我们办法穿越石头吗？有点忘记怎么控制了，你知道吗？上下左右圈圈，还有 L1 L2 对 ，Danger 哎，危险！岩浆，我们去泡岩浆，走啊！他跟我讲好多话，好多地方哦。我跟你说，这关好像有点长。对啊，女生看来也非常的担心。对，来这步交给我，来这步 ，Go！ 你花了0.6秒。西北方恶魔哦，我要拿恶魔的武器是吗？你的武器。什么我的武器？这不是你们家族的武器吗？感觉很强，我等一下来看看适不适合我。我们先补个时，不是吧？补个时间呢、啊？我觉得扣0.6秒很危险嘞。不理你了，我要走了。你也没钱，哦、先立个等吧。哦，强盗哎，强盗没有出现过的怪物哎，怪物。还有蜥蜴，这个我没有看过。蜥蜴，对，那是蜥蜴，很可爱的蜥蜴。是蜥蜴哦，你是不知道学的蜥蜴长这样，所以路上的蜥蜴都长这样。差不多，你没有看过这种蜥蜴吗？蜥蜴，所以海盗也是长这样。海盗也是长这样，你有在路上看过海盗吗？没有啊，你有撞过是不是？对啊，今天 CWD 可能蛮多的，蛮多海盗的是不是？对，可能我还我觉得我们变强哎，这样时间够吗？够了，补个时间，下按这个对不对？哦，吓死我！我想说为什么没办法补时间，我都忘记怎么按了，你知道吗？体力全恢复，好了，要不要买个 ？Go， 不买，这个石头可以打碎吗？看起来应该就是海盗。我们明明就是强盗，为什么会说海盗？哦，强盗是吗？所以这是阿里巴巴的洞穴。哦，他是阿里巴巴，阿里巴熊，阿里巴，你头上那个他是小熊帽、啊，披着熊皮，披着熊皮的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可是阿里巴巴不是强盗吧？阿里巴巴是干嘛的？采黄金的，他是偷黄金的。我是阿里巴熊。哦，魔王城够。所以，我们多一个人哎、欸。等一下，他要去魔王城是不是？好吧。哦，我们有，你有，刚刚我发现我们有那个，我们后面有阿里巴熊。对啊，他把。哎、欸、哎，赶、欸、快回去补时间！超猛的，补时间，补时间！跑步是哪一个？跑步叉叉 ，go！ 吓死我了！他去阿里巴熊不是啦，他要去那个吧？他去打魔王啊！哦、可是上面好像还有东西没有看到。对啊，我想上去。啊，不行不行，那就先去打。伤心！你、欸、不要再跑了，快死了啦！真的吗？我们去这个 dangerous 的地方，会死掉，会死掉，我不知道，打打看。对，打，我们直接去打魔王。他是、欸、这是什么？鱼，那明明不是鱼。鱼，你看我留在鱼蛋就这样走吗？肚鱼，用肚子走路吗？不是这样子吗？哦，他死掉了。哎、欸，我打赢了。怎所以就这样结束了吗？可是上面都没玩到、哦。他是有两种过关的方法，我就猜。哦，一个是不要去打他，就可以走上面。对，哦、你要再玩一次另外一种方法吗？啊哈。啊哈啊哈呀！这什么？阿里巴熊的鞋子？鞋子。我们再试一次，我想走上面。好啊，滑滑。所以这哦，所以后面的关卡有两种方式，很多很应该有很多关都有很多种方式。New record， 银牌，刚刚是拿银牌吗？对啊，很强诶，银牌有1200。其实那是白金，你看错了。那是白金牌，对，你有白金牌啊？我当然有啊，怎么？哦，乱讲了，对不起。我有钻石牌啊。哎、等一下，不能按掉吗？不能按掉吗？无法 skip， 怎么可能？不会吧？哪里过来？我们出现一点技术上的问题，所以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喽。See you guys， 拜拜。呀，等一下见哦。好哦，快点来你。好。嘿，你知道我们又回来了。这样你不觉得会弄到气吗？大家，哎呦，回来了！哎呦，我不想理你了，我要走了。对不起，我们再玩一次这一关，这关好玩。对，你看第二个，对，未达成。我们可以选装备、欸。第三个是什么？不能选血线。第三个，你按圈，按圈。第三个 ，off，on，off，off。哦，这是那个可以看到自己的小幽灵啊，就像你玩马里奥赛车啊。哦。有没有？他可以看谁跑比较快。对，我们按 skip 过去。确定？我不想听你废话。
他是问你说你确定你要再玩一次？对，没错。来来来来来，冲啊！快转！对啊，我们看到，我们看到我的幽灵，我的幽灵，酷，为什么有幽灵？因为他是幽灵。哦，他是你上一关的走法。对，他还可以看到我的账号在下面，真的好讨厌，真的好害羞哦。没关系，我们一定要比我们上。CJR LIE 6158。六一五什么？六年十五班是不是？所以有人去搜我六年十五班是吧？明明就是我。对，六一五是我的，六一五是你的班的。你可以再打一次，可以吗？可以啊。还蛮刺激的。对啊，不错不错。六一五，六一五。这是往上面走。对，不要去山洞。哎、欸，不要跑啦，够了。没事，时间够了。没有，不要跑，不跑会死是不是？会，我想跟你死掉一样。哎、欸，有小刚哎、欸，小刚，恶魔，给我恶魔的武器，这就是恶魔的武器，买、欸，买着，感觉长枪哎、欸，不是长矛，我是潘森，哈哈，潘森，哎、欸，潘森超痛哎、欸，我是潘森，黑切潘森，我想看那个 dangerous 的地方，哇，我超强哦，我可以走那边吗？不行，怎么办？哎、欸，直接来救。哎、欸，无法下线、欸，为什么？哎、欸，我动不了，按暂停。啊真的啊也是啊啊为什么动不了了我不知道哪里过来哪里过来为什么动不了了我们要这一关玩一整局了你知道吗为什么会这样你现在还可以按吗、欸、可以按啊为什么刚不能动那个魔王说时间暂停是吗这有点太强了，知道吗？不过应该是刚那个手把故障，我在猜。不行，再一次，讨厌！哎、欸，不要再跑了，快死了！哦，对，我真的快死了。你干嘛啦？对不起，太生气了，一瞬间脑袋无法思考，我会挂掉吗？会啊，不会，没事。遇到海盗就死了，我不会遇到海盗。你会遇到走路场，一堆走路场。可恶，为什么？怎么这样？我刚明明就要赢了。我当时下按到什么键了？我没有注意到啊。我也没有注意到，就是知道我在走。哎、欸、哎、欸，走了啦，走了啦！啊！哎，OK。这好像是投币哦。有点很贵，外面投币都很贵。不行，一定等到30。刚已经是开始的时候不完美。我要开始的时候完美。你不要跑步好不好？拜托，我不跑步了。我决定要认真玩了，我就是要非常专心。真的吗？很专心。我以为我做得到，你知道吗？你以为你做得到，但是你却做不到。对。你知道你刚偶尔都是要玩一下极限 play 吧？你听起来有点极限 play， 怪怪的。还好啦。极限 play， 极限 play 啊。OK 的 ，OK 的，我们可以再打一局。打。我们刚好像开头也是这样啊。对。你要小心一点。第二次。如果选对，他会不会再使用时间暂停？不会啦。不要跑，用走要跑，时间够，时间不够了。为什么不够？你那边还可以再补啊。我不要补，怪屁哦。买长枪，杀人了。你为什么不补时间？我说因为这样有极限 play 的 feel。你要打完，你知道吗？可以进去了。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打不死？逮住不 ？OK 的。可以，噔噔！你玩这么快，成功了！第三次逃拔的时候，我不是只花了60秒啊？对哦，好快，一分钟英雄，还不到一分钟哦。对啊，我们第一次剩下0.4，然后还有5秒。对对对。为什么又是你？阿里巴熊？他根本怎么没看到？还是鞋子？逊咖？他只有带鞋子吗？真的是？好吧，我们就拯救了世界了。Skip， we。你最近 New Record， 对啊，就是金牌，金牌。对啊，你现在知道，我刚刚达到1400了，1450，1450，1450，对，不错哦，还不错啊，才花了短短的一分钟，不到一分钟，我已经爬到1400了，哇塞，厉害哦，那以后都靠你 carry 我了，喂，哎，好帅啊，现在怎么有点帅？下一关喽，那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我们已经快把它全破了，对不对？我的天啊，对面还有一排，你没看到吗？隔壁还有一排，黄黄的，开始，这次是什么？三角秒是吗？30秒，三角秒。海陆的通道是吗？海陆合唱，海陆合唱。螃蟹，那个螃蟹丸，那个叫什么？啊，有一只神奇宝贝。
大钱大钱蟹，大闸蟹，听起来好好吃哦。哎、欸，他还有染金发，他蛮潮的、啊。我们可以游泳吗？欸、可以坐船、欸、坐船，对，应该坐船。我可以有两条路，我要坐船。那我要走路，我要坐船，我走路，我要坐船，我先走了，拜拜。哎呦，上面有山洞。哎呦，哎呦，哎呦，走路，每个地方的蜥都不一样。哎呦，哎呦，你觉得你要进去吗？不，智者，他说你要船吗？好啊，他要打败我。哦哦哦哦哦。哦，不是，你打赢他了吗？哎、欸，你为什么要跑步？你死了！我塞，我塞，我塞，快进去！哇塞！太帅了吧！赶快回血啊！先补血，跟那个惊叹号的人。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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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船了，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坐船，然后离开船吧。对啊。耶、yeah. 欸！哎，触礁了。哎、欸，时间，时间哦，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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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不会遇到怪哎、欸，浪费时间哎、欸，补时间，补时间，补时间啦，走上面啦，极限破，你要走陆地吗？才有怪物啊，好吧，不要跑，好、哦，不准跑，好，你为什么要跑步？你不知道走廊上不准跑、欸、，dangerous， 哦，皮雕，皮雕，这是什么？独角，独角仙，大大神仙、哦，哇塞，哇哦。有点强哎、欸，我决定我要打败他，也许有什么哎补、欸、血先补血哦，来着我这边的怪就超炫，你看那是什么东西？大闸蟹，这样是大闸蟹长的，大补血，回去补个时间，补个血，再来一次挑战他吗？对，我要去挑战他，那先慢慢走吗？不走，走路，哎、欸，你知道你可以坐船到后面啊，你白痴哦，不是啊。哦你可以先坐船到，其实我可以买这个东西补血。好，你先听我说话。嗯，出去之后往下，然后往左。他不是有坐船，有左边，左边，左边，左边。对，这里有个村庄。哎、欸，真的哎。叮噔叮噔，刚刚买啊。巨大的什么东西？防具你买了吗？我要买防具。对啊。哦，变得有点奇怪。嗯，比较感觉比较强。可以到下一张图。他的同伴，这边有女神像吗？有啊，有啊，有吗？有吗？没有。那回去啊，坐回去就好了。七秒哎，来得及啊！相信我，坐回去。哎，可以，可以，可以。在这里面的时间都很多，你知道吗？好，还有四秒钟，你还可以再打两只吗？吗吗吗吗？可以吗？好，我们可以去打大闸蟹。冲哦！大闸蟹要走这边比较长，真的。你等下还回来补时间，你知道吗？这才发现，来这不？浮雕，雕雕，大前蟹 ，Go！ 好强哦！哎、欸，打他才一滴耶，你有发现吗？哎、欸，打不赢哎，不行、哦、不行，要从后面，我知道了，要从后面。哇、哦，你太聪明了，赶快回去，赶快回去，先补血。喂，哎、欸，会不会没钱了、哦？还有，先补个血，再补。哦，所以要从后面，从后面啦。我想到奇怪，为什么打他都一滴血？要从后面撞他屁股，要从后面来。好，你骗我。啊！我以为啦，他打不死哎、欸，我改天再来讨伐他。哪里？我们先去打完吧，我应该最后等不了。还是我们要拿那个苍蝇拍打他？苍蝇拍专门打他的吗？等一下，我觉得打得赢，打得赢，打得赢！你是不是男人？不是，我在想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等一下再来啊！哇！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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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奇怪，为什么打他都一滴血啊？我在想这边有没有路，应该是没有路。我刚看一下地图。对啊，地图没有那么大、啊。对，我们再玩一关好不好？好好玩哦、啊，我们才玩九分钟，好好玩哦、啊，好好玩、啊。你看小朋友，好好玩哦、啊，好好玩、啊。我要再做一次。不对，这九分钟好像是第二段的九分钟了，对不对？来这个，你再玩一场吧。哎、欸，你键盘呢？哎、欸，我键盘又坏了，是不是？哎、欸，他好讨厌啊！他是哎、欸，天注定你只能啊，我按到那个啦，你懂我意思了吗？我按到按住，然后想说奇怪，不能，然后就死掉了。对。哦哦，是要到哦，要坐船到新的大陆去了。哦、真的哦，对哦，喂，新大陆，噔噔噔噔噔噔噔，旁边这个服装的店，他刚好像有两样的破法，要打败那个，其实那个独角仙才是最强。打独角仙吗？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拿特殊的武器才干得到他。特殊武器，独角仙怕什么？苍蝇拍。我只要问你这个，你一定会回答我苍蝇拍。那个大岩石怕什么？苍蝇拍，
超能派，当然是怕皮卡丘啊！你不知道雷克实性吗？哦，是哦，所以水克雷，嗯，然后 skip， 我以为你要动不了，对啊，哎，奇怪，真的又动不了，真的假的？哎，可以动了，哎，可以刚说话，他会给我们什么武器？他说要到西边，那是什么命运的东西？命就运命。哎，我们到。哦，要坐船，其实游戏还蛮大的。对啊，怎么办？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打，打下去，打下去，就这两个人，就这样。好，哇 ，Super Super Mega， 喵 ，Hermes， 哦，坐船呢、欸？哦，他游泳，他游泳。他说这边有急流。然后，哎、欸，我们都要一直坐船。哦，这是那个，这根本是神奇宝贝，好不好？这个会电人，他那个球会发光，还会发电。在讲什么？是小孩子哦。哦，那你？咦？他真的把我们船弄坏了。他就这样，真是讨人厌。不，对了，还有地图哎，对哦，好可爱。嘿，三十秒内魔王，你们看到吗？三十秒内魔王，你们看到啊？三十秒内魔王刚刚就讲了，这关没有女神像，真的假的？真的，赶快 go。走了，买个东西就可以走了。我们买个，嗯，没得买。我不能跑步哎，现在讲没有女神像，没有，这个没有女神像，赶快继续。有啦，你吓我。那他为什么刚刚写三十秒内？好像是个成就吧？好吧，不要理他。可以坐船吗？可能要解任务，我们先练一下等。我想买装备。你要买什么装？要有看到东西，时装还是点装？时装那些东西真是太危险。太什么？太危险，太危险，为什么？但时装比较强，你知道吗？时装都有加能力啊，一起一加就加趴数，讨厌。一件看起来没什么，但是当五件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得了。对，补时间，补血，买防具，补血，买防具。哎呦，好可爱！泳圈呢？是我们可以游泳哦。泳圈可以了，可以了，这太可爱了。哎，可以，太可爱了。哎呦，有成人呢，可以买头盔。哎呦，蛙镜可以买。我们要去游泳，挖那个挖鞋，我们差两块钱，我们再去打个怪，欸、好可爱哦！哎呦，怎么好像有点痛，中的有点快。哦，怎么那么强？我觉得我们变弱了，你发现吗？迷你龙哎，那迷你龙好强哦！迷你龙，哎，先补血，没有补血的地方，你没有发现吗？刚刚最右边不是补血，药草啊，你为什么不买药草？哦，对哦，来救我，没有事。这边有那个吗？可以买一整套哎、欸，对啊，整套套装，我买完整套时装了，果然效果非凡。游的比较快吗？剩五秒，来救我们有女神像。好了，那我们要去打王吗 ？Go， 王是什么？哦，想起来了，这只会电。我好像才过三分钟就忘记王长什么样子，还不到三分钟，我们好像只有两分钟。冲喽！这好像鱼叉哦，有没有？对啊，一直叉叉。他还披着大衣，他可能觉得有点冷，你就这样把他插死了。当当，打赢了，耶！这款游戏真的很适合小孩子玩哎、欸，你不觉得吗？可是我觉得小孩子应该不太会玩，我觉得蛮轻松的、啊。他没有办法限制，他没有办法自己控制到三十秒内吧？也是啦，就是适合小孩子跟爸妈一起玩，对，还蛮可爱的，游戏化。那你当我干你一起玩干，我说你当我，你当啊，你当小孩子，我不要。我们现在开始搬家家酒。这是你的茶，这是我的饭，我们一起用餐。阿谦喝茶，到你头上，结束了，结束着。怎么会有小孩子到人家头上？这种小孩子最令人讨厌。我倒热茶，太可怕了吧？这小孩子以后成就非凡，才是最厉害的人，你知道吗？太可怕，太可怕了。OK， 这一集 episode 差不多 end 到这，我们下一集要去龙的岛哎、欸。龙的岛真的还假的？超酷的感觉。我们要去抓龙，对，要去抓龙。我那天只有抓猪，我今天要抓龙，迷你龙，迷你龙。OK， 我们这一集 episode 差不多就 end 到这。如果喜欢影片的话，记得点左下角；，如果喜欢在左上角订阅，学习订阅影片频道，学习跟踪影片动态。我们下一集 episode 再见喽。See you guys， 拜拜，拜拜。你不觉得那个龙有可能是蜥蜴吗？你说那个，你说是一只蜥蜴，那只蜥蜴就长更大只是吗？这应该没有这么懒吧？蛮犟，他可能画三根毛在头上就变龙，就变王之类的。王对，像那个大元师。